条，帅哥。啊，要几条？要一条了。要一条哈。啊，来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啊。两块一条，虾一卖，虾一卖。好，谢谢啊，好吃再来。很手工石磨豆腐，十块。微信的。然后好凉糯米炸的坨，我送你一条吃吧。没啥。没有，送你一条就吃。没有了，给你一条了，你啊哥。阿姨，你客气了，我叫他送你一条吃，谢谢哈，阿姨。直接没得了呢，得了等了，该不得得晒嘛。哦，这个锅我晓得，经常看到我哈。哦，我大发敲没给我们没谁讲，大发敲的，才一块钱斤啊。这个太多，我怕卖没妥的。卖要了，没怕的。吃没完了嘛？吃没完，过人家种的吃没完。我们拿去小区那里看看能不能赚一点。明天我卖给我们家粉丝宝宝们，可以啊，来当赠品也可以。啊，好了，好钱，八斤哈。种的这些你难种哈，种种没出来。来，十块哈，谢谢啊。两条嘛。豆腐很香的。嗯。流动摊位啊，但是你也可以给我羊肉块送过来给你啊，我都多做点啊。豆腐，豆腐，两块一条，先去买啦。豆腐没事啊。要两条杀过去了吧？哈。哦。啊，三点快，谢谢哈，好吃再来哦。慢点，走了。啊，你们收哈，啊，买完了。